我个该拖时间啊啦，我怎样拎在身上啦？我不是要拖时间啦。阿宝，你五十块配啊？那你们两个来，对啊，你们代表什么事情？我点你哇，我来关心姐啊。我们现在市长都可以吧？没有，可以关心。我要拉一下我的东西，我要拉一下我的东西。我一个人比较，我当初还没来，都唔错，你怕噪音啊？哎，是啦，是啊，好朋友。我刚好啦，我刚好。要紧啊，你差多少工伤，你我拢有落掉啦。啊，麻烦一下，我可以拿我的东西吗？啊，这个东西你要扣，你扣啊。所以你要去测是不是啊？啊，你钥匙要给我啊。你先跟我说你要去测，叫配合手册，你先讲嘛。没关系啊，你东西要我走。你现在拿东西要去哪里啊？我等时间大声啊！不要那么大声。我等时间大声。不要紧，我好想喝点，赶紧讲。好，我好声好气跟你讲。那么大声，你要拒绝酒测，你会影响这边的。好，所以我先好声好气跟你讲。哎，你要拒绝酒测，还是要配合我们做酒测？哦，我先拿一下我的东西。你先跟我，因为我们怕你会洗澡，暂时我们怕你会洗澡，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给你钥匙。所以你先跟我讲，你钥匙你哎没有，你先跟我打开我的车厢。你今晚别去堆啦！我没有要去哪里，我只是要拿我的东西。啊，等你嘛，我今晚程序调料嘛，你家手机那就是不对啦，程序调料到你客啦。对，没关系，你不要那么大声嘛。我就是只大声，安怎？那没关系，那你跟我讲。我就是只大声啊。那你跟我讲嘛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因为我是平凡的老百姓，我也是平凡的，影响到没关系啦。你这个一条多巴胺的影响到用路人的权益啊，了解不？没关系啊，我你要你好配合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我错，大哥刀短，你好好讲，你好好配合。我不是老大，你不要那么大声，你好好来讲，你跟你配合，我会怕，我跟你配合啦。你这样我会怕。你应该大声啦，你应该拢了解啦，我唔是软啊。你了解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配合我，就小声的处理啊。那如果你要那么大声，你这样，你要这样子故意这样，阿连木，我买鞋当做大声啊，你了解不？我买当做硬啊，你让我，你不要玩愣，买当做愣啊，哎呀，让我的感觉好像黑社会呢。是哦，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哎，哦，大哥，你先不要这样啦。对啦，大哥，你先来啦。我只开始喝想喝水啦，然后放任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放任啊，跟你讲啊，你选择撤还是不撤？你不要讲那些了，你钥匙先给我拿东西，你先跟我们讲哦，我怕你会洗手，所以我没办法给你钥匙。我要先把我的金子拿起来，没有人会动你。你跟我说去撤，好还是要撤？我们一样会给你拿。哦，我们不会不给你拿。好，没关系。大哥，我跟你讲，唔好再搞拖时间啦，我怎样拎在身上啦？我不是要拖时间啦。阿宝，你五十块配。你这帮人我都唔配啊！你知影无？你程序要行完啦，你啊走，我就是来逮捕啊！我不会走，我不会走。对啊，没关系。我东西都放这里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先帮我车子打开，我先拿一下我的金子，然后你要扣你随便扣 ，OK？ 然后我现在我没有。大哥，你先撤，你先跟我讲说你要不要撤，拒绝酒撤，好，没关系，拒绝酒撤。我没有要拒绝。那你就撤嘛。我们就等你啊，就去拿过来吧。然后给他收工。你也没有超过人头，你走嘛，没得超过啊。你东西先给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没有办法，我们程序就是这样子。我车子的东西我不能自己拿，没有说不能。警察直接抢我的钥匙，我有抢吗？你下来你就直接给我抢走了，直接扒走了。然后你一开始你就一直大声，如果我一个人在那边等，我都四个人。然后，好，好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抢我的，我东西，我要干嘛啦？你妈抢我啦！你妈抢我啦！先忙完我呀！直接冲上啊！先忙完我呀！先忙完我。来，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东西我让你拿，你要不要撤？好，阿力，你先能给我。你，我问你，到底有没有撤，还是没有撤？你先给我，这样来处理好不好？没有什么处理，处理是什么？处理是要撤还是不撤？你要撤再来撤。好，先把我重要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会扣你的车啦。因为这位大哥他就直接把我的钥匙拔走，我要拿动的了，你要拿什么东西？我要拿我的金子，来，我的金子，你的金子，给我动你的金子啊！你干嘛用给我锁上去？等一下，还有物件，你怎么先破下吗？你先让我拿一下东西啦！我刚才我要拿东西，你直接把我钥匙拔走，然后你现在打开，然后拿着我金子是？对，我的盒子、我的金子都在里面，你让我重要的东西拿出来。你拿，没关系，我不会跑。啊，我们这有段录影的。哎，我东西我消息不配合了，哎呀。
你要拿什么？盒子，盒子啊，还有一个长盒，你是我控制的。哎，拿什么？来，啊，长盒，拿一个，还有鱼，等一下，鱼一下，鱼一下，鱼，稍微拿走，对对对。鱼以下哪一个？哪一个？鱼旁边吗？你要拿是不是？来，自己拿。没有人跟你动，东西都不会跟你动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没错，我看一下。OK 了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啊。我怎样？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可以吗？我重要的东西我有拿到。我检查没不黑啊？没有，我重要的东西我有拿到。你先收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警察不会找那些。因为我也怕。因为你刚才你给我抢东抢钥匙抢什么的，我会怕。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没做，但是违规，搁有酒驾问题，我冇可能去挡任何私人物品，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收起我东西，我先收好嘛。我跟他讲过了，再讲一次，我现在49寸，0.18以下就让你离开，18以上吧，让你15，我18以下我立你规，0.18到0.2是开单扣车，0.25以上公共危险移送，如果你不车计算第一。处新台币18万元，二当场保管一支车辆，三吊销驾照只要3年，四接受到安全讲习，五吊过车马2年，有没有了解？嗯，什么？没关系，我讲过，已经这是第3次了。O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装好了。大哥，我没警察没安尼啦，你好，我怎样？你好，你先收贵啊，你先收贵啊，这物件这贵啊，我有跟你讲啊，这物件我不可能乌白啦。大哥，你先收着啦。哎，那讲那些都没有用，你先收起来。哎，不要紧，哎呀，我给我怎样？这我了解啦。啊，因为你拄啊搞啊。提出事的时候，我会惊。你先说着，你先说着。所以我会自我防御。那啊，但是你慢慢慢也大。你叫人来，我嘛爱自我防御。哇，我当初无来，我直接绝对给你。我唔知我来安怎。我不叫人来呢。你打电话来。你要不要走错？你要不要走错？不用了。不要走错，拒测是不是？那帮我签。不用了，因为我。你要不要走错？不用了啦，因为我。要拒测是不是？拒测了哈。哎，好。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样哦，我会吓死了。你要拒测了哦，啊，现在时间6:38啊，那个你实施拒测哦。实施拒测啊，因为你们这样哦，我会吓死啊，因为哦，我们有人民有生命的财产安全，但是你们下来你们那么大声，我也吓到了。是哦，这么大声就会吓到。真的假的？我竟然吓到你四个人惊掉了吧？那你胆子好小。我把你叫，我悄悄的叫支援的啦，让你我让你惊掉啊，你敢知呀？我袂，我同事袂来，安怎让恁嘿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啦，是我的错，不，难道是我的错？签名一下，哎呦，我没有带到牌，对，这边大哥拍谁啊？再帮我签名。是你比较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林嘿，林开，我去哪？林金枪，你看你签，怎么签？签名，签你的名字。好，拿单子，这边。好好好。这边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315，三一五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